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卖故意》，表演者张鹤文、张金山。 谢谢啊，谢谢，喊得不够激烈，我觉得，感谢，啊，好，好家伙，成一个群口相声了，感谢大伙儿吧，节目一场接着一场，哎，刚才我三哥跟这个张九来，俩人说了一段四大白骨精，哎，确实很优秀啊，两个朝气蓬勃的演员，是不是？ 说清楚啊，大伙儿也听了这节目是一个新的相声作品，哎，确实很优秀，尤其张九来包括三哥能对这个传统节目进行加工整理啊，一听了踢出了很多糟粕的东西，哎啊，加入更多糟粕的内容是吧，没好了，确实不错，嗯啊，下去稍作休息，嗯，这场把我们爷俩又更换出来，哎，刚才我们在后台备场的时候啊，我们爷俩这名字就已经上来一回了，你看名字先上来了啊，我都差点忘了，我该演出了是吧，好。 来到邯郸演出，打心里儿里特别开心。嗯，为什么呀？啊，刚才孔九点说了，他是邯郸人，嗯，我也是邯郸人。你看，啊，真是老乡。真的，尤其我们坐高铁来到这个东站啊，邯郸东站一出这个东站特别亲切啊，打鸣打鸣，喂喂，嗯，是不是？啊，打鸣打鸣，喂喂，吓三哥一跳，我刚到邯郸怎么就危险呢？你看。 我没敢带他骑摩托车，你知道吗？好嘛，嗯，啊，来这儿确实特别的高兴，一场接着一场了。来到邯郸这儿头一次演出，那我是第一次在这演出，上回来是跟我师傅在这唱戏，也这剧场啊，当然没有演出，这回来看这么些好朋友，尤其打心眼里特别的高兴，多好，一场接着一场，今天来了都是捧我们德云社来的，是啊，都为了看明星看大腕儿，我们一上来呢，很多朋友们都不熟悉，心里边可能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 大伙儿都琢磨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我们节目比较靠后了，前面一场接着一场，一个个都比较优秀。哎，我们一上来呢，很多观众产生质疑。哦，啊，你说人家怎么都带年轻的，你怎么带一老头上来呢？各位不懂，老头好啊，嗯，老头有社保啊，你看，关键他又没了，我还能找，你知道吗？听说。 老话怎么说的呀？怎么说？你陪一个男孩长大，不如陪这个老头说点心里话。好嘛，这不是我的搭档，这是我的老 baby 朋友们。嘿，这你看这多么的卑鄙长得，不像话了。开两个玩笑。哎哎，我们这个演出也是往这站两个人，一个人叫单口相声，是两个人站着这叫对口相声，对。三个人叫什么呀？叫什么？群口相声。哎。 有三五个带着朋友一块来，是不是很多都是搞对象来的？对，包括一个人，今儿谁自己来的我看看，有吗？有还真有啊，嚯，这么多自己来的呀？啊，你们都这么没朋友吗？哎，怎么聊天呢？很多都是俩人来的。嗯啊，男朋友带着女朋友听听相声，好啊，女朋友带着男朋友听听相声，也好，还有男朋友带着男朋友听听相声，也好，还有男朋友带着男朋友听听相声，啊，祝你们幸福，好吧？这都幸福，还有这个男朋友带着男朋友的女朋友来听相声，这就快打起来了，鼓掌的都是，你知道吗？这没听说，这就不祝你
女的脸皮薄啊，嗯，直捅咕他，哦，你干嘛小点音儿，嗯，别让我老公听见啊，我老公在台上给人家捧哏呢，哎，像话吗？他老公劲儿还挺大，没听说，相声都是编的，哎，这倒是，就这个是真的。
就这才是编的呢，都是假的。哎，开两句玩笑，嗯，跟大伙互动互动。哎，啊，也听了好几场了，啊，很多观众陆陆续续也往厕所跑啊。我就想问一句，我们爷俩这么利尿吗，朋友们？你看，我们小名车前子。哎，咱说心里话啊，可能刚才也说了。有熟悉我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做一个自我介绍啊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这倒是。为什么我们要介绍呢？啊，说的好了，出去给我们宣传去。哦，对不对？说的不好了，你出门骂街，你得知道骂谁。骂谁呀？你不能骂郭德纲啊，对吧？哦，他的买卖。对对，所以说我们爷俩说相声，谁说的不好骂谁。哦，谁说的不好骂谁啊？拿我来说，哎，我没有名字。介绍一下这个演员。哎，不不。我也没有名字，人老街马老花，是吧？我也没名字，狗都有牌，你怎么没名字呢？因为没看你带牌。都得介绍一下，都得介绍啊！我是德云社赫兹科的小学生啊，一个小演员，嗯，我姓张，叫张赫文。谢谢大伙无声的鼓励，我觉得掌声还可以再热烈一点。我叫张赫文，你看，你看看这人气，到邯郸了啊，到家了。嗯，身边这个演员有认识的吧？哎呦，啊，谢谢！就这么尴尬，你看，你不这么喊，我不至于这么尴尬。嗯，全场一千多人，就这一个呀。嗯，介绍一下啊，嗯，这是我的搭档，哎，也是我的师叔啊，姓张，叫张金山，是我。谢谢，谢谢。嗯，我们爷俩啊，不是一辈儿，哎，我得管叫师叔。是，为什么他跟我师父郭德纲郭老师，人家从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哎，啊，七八岁在北京那会儿学艺，嗯，说相声说评书，是，大伙都知道我是郭德纲，哎，那了不得。不是，可是你师父就这么高啊？不是，我就随手一比，郭德纲，你随手一比吧，你师父就这个儿？我师父郭德纲，你师父有这么高吗？这是俩，哎。我师傅郭德纲，嗯啊，人家师傅就不是我们师傅了。嗯，人家师傅谁呀？一提大伙都知道，啊，有熟悉的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刘老师。刘老师也来过邯郸，很多八零后七零后都听过刘先生的书。嗯，张老师有一特点，嗯，模仿他师傅特别的像。啊，学两句啊。真的，哎，尤其你闭眼听，声音一模一样啊！真的，我觉得您到邯郸，您必须得表演一段。我学两句哈，是不是？确实也应该学两句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跟各位也得算老乡，我是邢台人。你看，这都没外人，今天到这儿了啊，我就说两句吧。刘老师成名作是《岳飞传》，我就学几句《岳飞传》吧，好吧？大宋朝。孝宗皇帝年间，金兀术有个三儿子叫完颜达尔亮，统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人马，兵进中原。两国在界山交兵，二路元帅岳雷带着军兵来到山下讨敌叫阵，军兵从山头高喊：“哎！”山上军兵听着，就我家大帅起来讨阵，而等速来交锋。如其不然，要马踏高山喽！谢谢，简单学两句吧，像不像？闭眼听一模一样，这雌雄难辨，真的没听说啊！你个调门也高，马踏高山啦！学我是不是？你学您得这样，马踏高山。张老师特别好，嗯，我们俩关系不错。哎，为什么？台上人家这是帮衬着我，嗯，在一块说相声，嗯，啊，刚才也介绍郭老师收徒分为这么几科，哎，云鹤九霄，嗯，天诛地灭，哎哎哎，啊，说乱了，后头龙腾四海，龙腾四海，哎，啊，刚才的我三哥是云字科孔云龙，对，啊，云字科还有栾云平，对，还有大屁股脸岳云鹏。哎，怎么说你师哥呢？对不起，侮辱屁股了啊！那个，还不如不劝呢。岳云鹏，嗯，啊，还有很多张云雷，对，李云杰，你看，你看，吓我一跳，真的。赫兹科，赫兹科，我是赫兹科。嗯，还有什么？这个张鹤伦、孟鹤堂，嗯，哎，都赫兹科。刚才孙鹤宝，赫兹科。嗯，九字科，孔九点。嗯，啊，周九良，啊，是，你看看，这是一个群口相声。嗯，对了，肖子科大伙都熟悉，秦霄贤啊，秦霄贤啊，秦霄贤，秦霄贤，不是谁刀削面那啊？怎么刀削面呢？刀削面哪有没有？
反正就这么几颗，嗯，哎，都是郭老师的徒弟。哎，我们说相声也是，我们爷俩站那说，嗯，我负责多说一点，哦，他负责少说一点，嗯，舞台上人家帮衬着我，应该四门功课说学逗唱，嗯，哪里说来说，嗯，要求嘴里边干净，哎，再一个舞台上你得说普通话，也就是北京话，谁告诉你的？那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？大嘴北京话什么玩意儿？我说错了，你的啊，北京话那是北京话。普通话是普通话，这还大区别吗？你那点我要说北京话属于方言，是吗？很多外地观众听不懂啊。你比如说，咱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北京话管这个部位叫什么呀？脑袋呀。你看看，这就问题出来了啊，脑袋啊，你这玩意儿让逮吗？不，大伙不这么说吗？脑袋瓜儿啊，脑袋瓜儿啊，脑袋上长了一个瓜儿，脑袋勺，嗯，脑袋瓢。您等会儿吧，越说不像话。脑袋瓜，脑袋勺，还脑袋瓢、嗯、我们不这么叫。你怎么叫？我们叫头。我也叫头。我问你呢，对不对、嗯、我问你叫什么？哎，脑袋瓜，这你说的。不就 您到理发店剪头，人理发师得问您哟、嗯、张老师来了，剪头啊，哎，剪一光头还是分头还是平头啊，就要不烫个头啊，都说头。脑袋瓜行吗、嗯、我觉得也可以。见您过来了、嗯、哟，张老师今儿没事过来剪脑袋瓜啊。你剪一光脑袋瓜啊，还是分脑袋瓜啊，还是平脑袋瓜啊，闲没事给你烫一个脑袋瓜啊。这听着不像话了。没有这么说的啊，所以说要求说普通话哦，舞台上要求嘴里边得干净利索，哎啊，背一些贯口啊，是不是啊，还有这个学，嗯，学的太多了，嗯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、嗯、各神说话，大小买喵喝，我们都得会塑造。这倒是。最主要是唱。哦，刚才头里有唱那民歌的，哎，有唱戏的，嗯，包括孙鹤宝喜欢唱二人转，哦，这叫什么呀？嗯，学唱啊，都在学的范围内。说相声本门有唱，哎，本门唱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太平歌词。哎，这倒是，对不对？嗯、这是说相声本门唱太平歌词。嗯，当然了，嗯，来一段，你看，嗯，点你呢。太平歌词不好唱啊，为什么？要求鼻音重，哦，脑后音得重啊。什么时候唱好听？什么唱？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气儿，哦，这样唱。哎，你听这个太平歌词就好听哦。现在你说唱太平歌词谁唱的好啊？郭德纲郭老师啊，你师父张云雷，云雷。再往下就得说我哦，太平，不老相信是吧？唱一段，话说到这就得唱一段，唱哪段呢？啊，哪个？哪个？报菜名儿，报菜名儿是，那是太平歌词，就是啊。你给我点一报菜名，你作业留的太少了吧？好嘛，嗯，白蛇传哈啊，我看这么些朋友都点白蛇传，嗯、那么我给你唱一段韩信算卦。哎、啊，人家点白蛇传，你干嘛唱韩信算卦呀？我就唱韩信算卦。你为什么就唱韩信算卦？我就会韩信算卦。就会一段像话吗？大伙儿今天点唱两句啊、嗯、听好听不好听，主要听这手、哦、你听怎么样？我听不怎么样，你得出音儿，让你注意、嗯、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，怎么样？还行。哎，嗯，你掌声不热烈是吧？你就听这手啊，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，双啊啊啊啊！你没完了，再唱两句，往下唱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那春摇苏堤，桃红柳绿，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。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。山岗，可以鼓掌了。确实这几句唱的不错，没准备，简单唱这么两句啊、哦。哎，刚才也说了，学的特别的多。哎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嗯，包括人家捧哏演员也得会塑造，都得学。您能学什么呀？刚才你说的这个我都能学，大嘴别人这都能学，我真的都能学，天上飞地跑都能学，都能学。给邯郸朋友学一个，学什么？天上飞的什么？你学一个擦屁股纸，纳闷。褶皱的怎么学？
我没让你学用过的。老先老学用过的，那也学不了。地下跑的什么呀？擦屁股纸。你是捡擦屁股纸的、啊？草坑里蹦的什么呀？他们点了是吧？写点别的，刚才也说了，嗯，大小买卖吆喝啊，这行，这个我们都得会塑造啊。为什么吆喝？嗯，做买卖居多，嗯啊，现在什么网络都发达了，嗯，在过去都是靠这肉嗓子吆喝。哎，过去网络没有啊，电视没有，有电台，嗯、啊，电台都是私人电台，嗯，你做小买卖做不起这广告，哦，怎么办呢？嗯，走街串巷这么吆喝。哦，拿咱们北京来说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什么呀？九腔十八调，宗声翘扁担。你给解释一下，大冬天老北京卖菜的，哦，挑一个扁担，嗯、里边前后箩筐放着几十样青菜，嘿，这卖菜的一口气吆出来，跟唱歌一样。哎，你给学两嗓子，学两个卖菜的啊。嗯，这什么意思呀、啊？这叫龙耳音哦，找共鸣哦，一吆喝都这样的啊。还行、嗯，香菜、辣青椒、哎，够葱、嫩青菜、类扁豆、茄子、黄瓜、加冬瓜、买大海茄、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、嫩芽儿嘞、香椿儿嘞、蒜儿嘞，好酒啊，菜好，亮堂。这是过去卖菜啊、哦，现在卖菜都简单很多了、啊，网络发达了。嗯，还有一种吆喝的，还有什么呀？卖冰糖葫芦的。哦，过去北京东西南北城吆喝出来都不一样。哎，你给说说，你拿这个南城和北城。嗯，南城是老百姓居多，哎，家里边没有太多的房子。哦，北城是有钱人居多，对，住的是深宅大院，是吆起来也非常复杂，是吗？蜜瑞冰糖葫芦。哦，你给学学，几层院子穿透了，是啊，听起来悠悠雅雅，飘飘荡荡。哎，咱就听听这个，找一找意境啊。啊，蜜瑞冰糖葫芦，好，蜜瑞冰糖葫芦来哟，葫芦。憋死你，就找这感觉。南城天桥一带属于南城，嗯，老百姓居多，卖糖葫芦打人过吆喝简单啊、哦。哎，冰糖葫芦刚占得的啊，就这么吆喝，就这么一句啊、哦。离北京比较近的天津，天津，我从小在天津生活啊、哦，天津也有冰糖葫芦，嗯，天津话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糖墩儿。哦，糖墩儿。天津南市食品街吆喝一个字儿，什么呀？墩儿。你吓我一跳，你别动了胎气，你去。天津红桥区有一家吆出来与众不同哦，人家吆喝有特色啊、嗯，吆喝几个字纯天津话，哪几个字？哎，就是没有糊啊！哦，就是没有糊。行，他这红果干净，把籽踢出去了。哦，他这买卖做得非常好。嘿，跟前多少家他不卖完，谁也甭打算开张啊、哦。离他最近有主也学他吆喝、嗯，哎，就是没有糊啊，就是没有糊，一分钱他都没卖，因为什么呀？他是卖核桃的，嗯、哎。传圣皮了不成？你这你不能瞎学呀！嗯，过去有很多买卖都讲究吆喝，哎，卖针的、卖线的、卖米的、卖面、卖十三香的啊，有这么一种吆喝的，卖故意的。哎，对，什么叫故意？你给说说。旧衣服哦，现在一说，大伙怎么纳闷？怎么还有卖二手衣服呢？啊，除非奢侈品，现在有、嗯、啊，在过去不行。过去家里条件都不是特别好，哎，啊，都不允许浪费。嗯，比如说老人的这衣服。没等穿过世了，嗯，小孩长得快，衣服小了啊、哦，扔了糟践，嗯，怎么办？拿到故意街去卖去、哦，换成钱回家才能养家啊、哦。过去有很多故意，哎，北京故意有，天津故意有，河南故意有，河北故意有，陕西故意有，东北故意有，上海故意有，故意有没有？怎么样？故意是什么呀？这叫对口的故意哦，对口故意，俩人的故意哦。为什么叫对口的啊？跟说相声的一样，嗯，站在大街上，俩人一个撒谎，一个圆谎，嘿，一个算账，一个就能找钱，哎，都是活词，即兴发挥。嗯，今儿这么着，嗯、咱当各位，咱来回这传统的故意。这个我不会呀、啊，不会没事啊、嗯，你跟着我走啊，我跟你学，行没有？行，这就不是相声舞台了，那这是这就好比过去的故意街。行，咱们两个不是说相声的了，那咱就是卖故意的，哦、卖故意的。哎、嗯，我是撒谎，你负责圆谎。行，大伙儿瞧一热闹。好，一拿一手绢，这什么意思？有得有旧衣服呀。哦，这就是那旧衣服，好比是马褂。哦，马褂相当于现在呢咱们穿的外套啊。我怎么吆喝呢？您怎么吆喝？行行行，好，准备好了啊。嗯，大了马的褂儿啊，大了马的褂儿啊，
真不错，跟我一模一样啊。你不让我跟你学吗？你得往下走啊。往下走，往下走。这怎么行？大了马的官儿哦，大了马的官儿哦。怎么您掉坑里了？这是。你不让往下走吗？顺序往下，我顺序往下。顺序知道了。大了马的官儿哦，二了马的官儿哦，三了马的官儿哦，四了马的官儿哦，哎，忘词了。五了马的官儿哦，六了马的官儿哦。您等会儿，马褂排队来了。不是你不你往下排队来，嗯、好这么吆能吆到你死，你信吗？又不对啊，我说了，我负责撒谎，您得圆谎啊。那我怎么着？我吆这件马褂，嗯，你把马褂的用处给大伙儿吆出来。马褂什么用？不就套在外边的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啊，套外边吆出来呀、啊。怎么吆呀？套在了外边哦。我就这么来，活词儿会了。大了马的褂儿哦，他套在了外边哦，没有袖子啊。我这，没袖子不成坎肩了吗？对，吆出来呀、啊。怎么吆啊？那是坎肩啊。这就开始听你圆谎了，撒谎圆谎。大了马的官儿啊，他套在了外边儿哦，没有袖子啊，那是坎肩儿哦。我买裤子啊，两了条的腿儿哦，一条腿儿啊，那是裙子哦，三条腿儿啊，裙子套裤子哦，四条腿儿啊，两个人穿哦，哎，五条腿儿。那是手套哦，还真行。不，你像话吗？还真行。你说有五条腿的裤子吗？那怎么穿呢？前面穿两条，后面搭了三条，那赶出门吗？那个，我怕你脑子不行。那不可能，后边可有找钱算账，没问题，全都是活词儿啊。我说出一数，你得给我找出来，保证能找上来。您数学行吗？知道外号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呀？数学大王。哟，嗯，您就是数学大王吧？你别介。说王不带八，文明你我他，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买袍去，有个领子啊，哎，有袖子啊，有了棉花哟，堆儿呀嘛堆儿啊，打了棉的堆儿啊，他怎么这么厚啊？亲娘续的呀，那后娘当的哟，当多少啊？哎，五的六的毛啊，一了块的一哟，我给你两块二啊。我找你一块一呀，我给你三块八呀，我找你两块七呀，我给你186.34.5啊，你刷卡不啊？那年头能刷卡吗，爷们？不像话了！你弄那么多零钱，谁算得上来呀、啊？你算不出来啊！啊，我就能算得出来。你能算上来？没问题。那我给你出一回，来试试。我给你。1872.32.5，我留下一块一，剩下都给你。算了。